这一阵子哦，信托突然间多增加16000桶，礼拜六、礼拜天都加多，所以我非常感谢信托的员工们、伙伴，大家牺牲礼拜六、礼拜天，要赶快把剩下多余的这样子产量过程，要赶快加多。销到日本去，所以我们非常谢谢信托。那么过去信托的产品都是外销，国内他们也有在销到直销了。最近《天下》杂志跟《眼镜》杂志、《商业周刊》都来报道说，台湾竟然有这样子的加工业，要准备。要把这个优质的农产品啊，要介绍给顶级的公司回来采购。我呼吁我们县委的同仁啊，跟最优质的农产品啊，爱配了推销了，所以我们要把创汇的这个农民产品，当然优先推销啊，这个来拜托了哈，加上的低价，还可来。到处供起来了哈，不准来哟！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扫空了，没去掉。我们县委。